OK, wait a minute, 给大家等了这么久、oh, I'm sorry, 吃了五分钟我会补回给你，我知道你们会跟我算算。Queenie 今天迟开播五分钟，那我会在8:35卡掉。不过呢，看看今天的背景跟平时不一样，今天要稍微豪华一点。当你们知道我有这样的一个游轮出现的时候，当然接待的就是特别嘉宾，普通的 No way, 普通最高义 Special 的游轮 OK, 我的嘉宾呢已经到现场了，然后还帮我被骗来的，因为骗来还要做台呼啦，还要帮忙做一点义工啊，洗一下杯啊，收拾一下房间，这样这是姐妹花，姐妹花就是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姐妹花呢就挺一句话，在 Facebook 及时回来，我到了我会联络你。好，可以上节目吗？没问题， on 你 on, 就这样，我们就这样敲定了我们的节目。要不然呢他真的很难找，因为明天一个大早他就要飞回去香港啊。所以呢这里有 all, hey, hi, everybody, 今天就是有黎明，哎，爱你的人现在在 standby 了。好， before 我把我们要那个 doll,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取一个这样奇怪名字，因为他是黎明嘛，是 doll, 邀请到我们的游轮，而且不是我们的游轮，是他的啦。OK, 我是来慢慢擦地，先摆好 camera, 等一下请他上来。然后那个 door 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我呢现在就先 wish 你们今天过生日的朋友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今天10月15号，是的，10月15号呢，哎，美国也是个名人今天过生日，他是 Silver Oran, 他就是一个国务卿 OK, 他今天过生日的人呢非常的热情，像我，善变像我，野心很大，好像像李明 OK, 欲望很强像我，喜欢追求多姿多彩的生活像一般人 OK, 结交不同的朋友像他，朋友很多，然后感情生活丰富而复杂 is me, 优点是有独特的魅力 confirm 是我，人缘很好也是我，在社交场合非常受欢迎 now of course is me OK, 缺点就是情绪不稳定 Jasper, 容易陷入兴奋或者沉迷于诱惑当中阳光OK, 这些人今天过生日，11月15号唱生日歌的四个版本，要听哪一种 OK 啦， play nice 丢啊，一号唱中文，二号唱马来，听过马来的吗？不会听，没有听过印尼版本 OK, 因为 door 在这里，我就要我真的不会 dawn 在这里 dawn 在这里，我就要我跟你讲，我发现新加坡的会唱歌都叫 dawn OK, dawn 在这里，我就唱他不会唱的歌给他听，因为他不会唱这首印尼版的生日歌，洗耳恭听啊，包昂包啊，班加慕容，班加慕容，班加慕容，萨达姆迪亚，萨达姆迪亚，萨达姆迪亚。我好像唱的不准，多多包涵。OK, 没吗？没嘞。看，今天有没有好好的看？因为呢 ，after 今晚的节目，你会开始 miss 我。明天、后天、大后天、星期一、星期二，我才会来做节目。哎，我要去 KL 主持了。So, if you want to see me, 我会在 KL 的 Puturu Retreat Center 2天埋头苦干。OK, 先送给大家一首歌，然后我就把我的 door 黎明，我的 sister 介绍推出呈现，先带他去飞机啦，因为游轮对他来说是 OK, 欢迎黎明。好，耶，大家好。哇，你是第一次在音九八八出现呢、欸？是啊，如果没有你跟我讲，我都不知道有音九八八。真的哦、嗯，因为你工作太忙了、啊。不是，因为我都没有住在这里，我不知道哎、欸。这是国际台，所以以后你回到香港的时候，你就可以。我们好像讲我们，这是国际台，以后看着你啊，那你看前面，看前面，啊、对，哎、啊、看，哎、欸，飞机有一点震动啊，小震动，注意点啊，蛮、好，系好安全带。要有点震动，要震，有点震动才像是在坐飞机啊。对对对，这是私人飞机、啊，对 对, 對, 對 ，OK, 不錯，因为游艇它有嘛。别墅他也有，私人飞机他即将有，不，他先坐我们的飞机太难搞了。这刚刚还说你说之前什么？对对对，之前我大概两三年前吧，那我老公的朋友、就他的私人飞机，然后我们就坐着，我们就坐着去韩国啊，去韩国庆祝他的生日啊、其实呢，
上去的是很豪华啦，因为整架飞机只有我们七个人呐、啊。然后就有一个空中小姐来服侍我们哈、哦，然后叫的都是最高级的 Four Seasons 的日本餐哦，在飞机上吃餐饮哦。然后还好啊 ，check in 的时候也是就是自动就是行李，你会不见行李，因为行李跟着你嘛。哦，是是是，而且走特别通道、哦、是吗？不是，你是去香港机场的特别一个机场哦，特别的一个terminal 哦，是给私人飞机上的。哦，所以其实你一下飞机哈、哦，就有那些好像 bellboy 来跟你拿行李哦，好像 hotel 的 service 啊，你就坐在那边 check in 就可以了哦、啊，因为我是从一瞬直接上啊。然后、okay. 可是回来的时候就很怕人，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呢，我们那天回来的时候哈，就香港刚好是黄色雷暴警告啊，黄色、就是、黄色 yellow 很严重的 thunderstorm warning warning、嗯、最高是红色警戒。哦、黑色是最高哦，黑色 that means 每个人都要不能出门了，就是要留在家了。对对对对 ，OK。那黄色是比红色还要高哦，是吗 ？I don't 哦，说是黑黄红，第一级就是红，是红红，然后再升至黄 ，OK， 黄了再上去就是黑哦，黑色风暴，黄色黄色，我们叫雷暴警告。雷暴警告，哎，你广东话好很多哦，你那会的广东话，我住香港住咗十九年啊嘛，哇，十九年在 Hong Kong， 你 can stand 咩 ？I can't stand Hong Kong， 唔系 Hong Kong， 香香港，香港，哎，香港。这样那时候呢，为什么呢？我们在空中哈，其实我们要到了，然后在空中盘旋了很久，然后那个机，因为毕竟是一个最多只能坐十五个人的飞机哈、其实这架飞机可以飞到美国去的，可是问题哦，在那个。你真的是，我觉得还是不要买飞机，还是最多你有钱坐 first class 吧，坐380那种，对对对，比较稳。因为、你叫那个飞机真的是抖得很厉害，然后我们在空中盘旋了很久，因为呢，那个香港的那个不让我们降落啊，因为不让降落、对对对，因为太危险。那后来怎么样？后来降了啦，还是降了？真的，那虚惊一场啦。其实对对对，因为你现在常常要飞来飞去嘛。对，我几乎其实我每个月都飞的蛮多的。新加坡你现在平均一年会来几次啊？我几乎每个月都来。是啊，那你知道自己怎么做了咯？对，我们缺一个人肉点唱机，懂吗？什么叫点唱？缺一个人肉点唱机、那不行，不行啊。那你已经我知道你现在不随便唱了，你只是做慈善，然后在一些特别的场合你在唱，所以上节目不唱 live、上节目唱 live、你声音很好，他们说你声音还很棒、真的吗？他们可以打招呼，真的、林明杰晚上 好，我们这一班这、这些都是我们的忠实朋友、支持我们的、所以我们开台就支持、谢谢你，谢谢你。他说我们这一班毕业以后就和青春一二三说再见，仿佛看到你的。这个人怎么知道我从事美容行列啊？是因为你少喝水的话，建议还我想问你是，哎，你干嘛？你干嘛？你是拿他的歌来写 story 是吗？I fool you， 我跟你说，他是我们的百科全书啊、哦，这个 Issey Miyake，Issey Miyake，Issey Miyake，I know， 他是男的，是女的？他是一个高人，所以你不要问他是男是女，所以没有性别。他可以，他是无影无幻无性无能，无能，那不是像那个阿咪吧？不是啊，他是我们很好很好的朋友，所以我跟你说。做这样的一种视频电台唯一不一样的我觉得就是那种直接的互动、然后你知道就像网恋你懂吗、就像你会依恋着你知道在网的另外一端有朋友等你是这样好玩、真的很好玩我第一次上这种节目真的哦、所以很硬哦你、就是、电台、真的、视频电台谢谢因为这是交友广阔才有这样的机会让我硬一下没有其实讲起交友你每个月这样飞过来都是因为跟那个美容事业是因为其实我的角色在这家公司我是一个 motivator motivator that means 要给很多 talk 我激励激励演说家我没有啦我没也不是激励他有一个家族哦他就会说好我们的梦想是什么十年后的今天你会想象十年后的今天你还要坐在
对吗？你还长得这么像，我刚才讲，你还要坐在办公室上吗？你还要来打卡吗？我不要，激动哎、欸！我跟你讲，我说我做motivator很好的，真的非常适合。以后你要找我，我根本可以跟你研究。嗯、是，就那这本呢？看你看啊、哦，这些是我的我培养出来的领袖，对。其实我现在的我现在呢有四十多个领袖，然后我的区域是包括覆盖了哪里？香港、澳门跟新加坡。哦，你走东南亚啦？说泰国要、啊、泰国、柬埔寨要进攻了吗？对对对，我很想去泰国，因为其实我觉得这家公司是非常适合非常适合。是啊、哦，他说他是男的，伊西米亚基说他是男的。黎明的心还是在新加坡，是当然。我跟你说，我还而且我的肚子也是非常新加坡。什么叫肚子？就是美食，美食牵挂我们。我通常回来呢，我的早餐就是最希望就是拉西勒玛跟戈比西。开一家餐厅在香港了，不要了，餐厅凭你的实力，某某某门台阶，这太辛苦了。你看我做我的，不过他现在做的是自己喜欢的，非常好。因为呢，我去哪里都可以，我可以陪家人去玩。我今年暑假我还去了 safari， 你知道吗？哦，你好，跟你说，你给我那张照片，我说那个南非很漂亮 ，Cape Town，Table Mountain，Cape Town 的中文叫什么？可能好望角，不是 Kampong Kap 开。他们台湾不怎么翻译，是吗？看他们跟海望角，好望角，对，我跟我女儿在海望角拍了，对呀、啊，对，还有那个座山啊 ，Table Mountain， 对对对 ，Table Mountain， 对啊，然后非常漂亮，而且 Cape Town 哦，太美了，它很蓝的天，对对对，可是我们去那天不大好，是因为整天都在下雨，还有他给我看照片，为什么你的飞机上没有 soft drink 的？哦，哎，来，我们空中小姐都买哪一杯水过来？我们的VIP 喝水来，来呀、啊！你看，我空姐隐形哦，真的隐形的。哎，这个杯也隐形的，怎么办？所以，哎，说回你的事业啦，好，你从事这个多久了？嗯，因为你是一个歌手嘛。对对对，可是我叫人叫了，我也叫了，叫了好多年了。对，我记得当那一天我们在 Wisma 吃 brunch 你干嘛你Oh, my English, it's only the American understand, you know. The American understand, but you don't know. Okay, I try to understand, okay. Yes. 那我们吃 brunch 的时候，他当时在恋爱，他跟我说，你知道吗？我最近在学打高尔夫球。哎、欸哦哦，很久以前打高尔夫球是很 atas 的嘞。真的吗？记得我就说，哈，你不怕晒黑？你记得吗？对。你说有，我报道完，我去打高尔夫球。我还记得当天我们那一席谈，然后你说可能我。结婚了就会到英国去，所以后来我一直以为你在英国。是，我其实是去英国，我去了英国五年。嗯、那时候我打高尔夫球是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先生就是我的未来老公，嗯、然后他整天他们都每次都他们全家人都打高尔夫球，对，这样我变成我每次在那边等他们。跟我说过，对，然后我就觉得哎呀，不就马上有也马上学，我也去学吧。嗯，那可是那时候真的我的老师很好，这么多年我只跟过那个师傅哈。那么那你现在可以一杆进洞吗？我现在没有打了，啊、因为真的哈。没有时间，那个太阳实在太厉害了。对，太阳太长得太厉害了。你不怕呢？你 OK 吗？你怕吗？什么 OK？ 你一个 MK， 你怕什么？不行不行，因为你怎么知道我是 Mary Kay 的、啊？我跟你说，我们的这是我们的朋友很厉害，他们做 research 的 OK， 是才来听节目的 OK。我有一辆粉红色的奔驰哦。哦、真的、哦，在新加坡还在哪？在当然在香港啊。那几次我去香港可以做到？好好好，有没有开棚？没有开棚，没有头自己伸出去、啊，你可以自己开，自己头伸出去开棚啊！对，我有一辆宝马是开棚的，不过这辆粉红色，全香港只有一辆粉红色，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看到就刮它。no 啦、嗯，我会签名啦，不会这样对我的。哎，为什么会粉红色？你爱粉红色？不是，因为是公司送的，送的。Oh my god！ 48万哦，粉红色是你们的公司的颜色哦，对对对对 对, 对，他们这辆车是专门买了，然后再付钱给奔驰的那个公司奔驰的人，就是 Benz Mercedes Benz 的人，把它喷成粉红色的，特别给你们，是特别表扬我，全香港只有一辆是吧？哎哎，掌声鼓励哎，真的要。其实哈，我个人觉得，不是因为明星效应而能够这么、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明星效应而能够这么顺利的把这个事业哈，做得这么辉煌。很多时候，真的后面付出的努力和那种坚持，是尤其是明星啊，反而难做，因为你要放低你的身段，很多时候。其实我在香港是完全没有明星名人。
因为其实你是名流，我在是你在香港是名流，不是啦，我是这样的，因为我嫁做商人妇嘛，对，可是你so call 都嫁入豪门，干嘛你还要出来抛头露面？就有人问你，你怎么会踏入这一行？好，话说。OK， 我可以给伟玲哈，我可以给 Queenie 哈一个，就是哈，谁呢答中我一个游戏，然后谁可以猜中什么的话，就可以得到这本书。Okay， 那下次签名啊，十二月份来，我可以签名，那里面有我的故事哈。好，那为什么会进这一行呢？其实要讲这家公司是很特别啦，如果不是因为它的文化这样子，可能我也不会进去。那时候我搬到香港啊哈，我是在1995年，无亲无过，也不是无亲啊，就是孩子。就一个老对对对，刚刚老公哦，过去香港，你的我生了两个儿子了，然后我后来在香港再生我女儿，我女儿在香港出世的，然后你三个小孩了，最大的都、啊、可以说多大？21岁，赢了喽，我的才14，真的。谁跟你比？比什么？有，我还比东西，还比赢人，比结婚比人家多次哎、欸，比哈、哦、这样很辛苦的。OK OK，、啊、结婚比很多次啊，为什么？我肯定赢哦，结婚结3次。OK，、啊、来，真的好厉害，我未来还要再结，耶、哦，还要结第4次了，要结第4次，然后来，好，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哈、哦，当初其实我看到这家公司的一个自传，这个创办人 Mary Kay Ash 的自传，那其实。他2001年已经过世了啊。然后他创今年2013年是这家公司50周年。然后我看到那本书，他的序哦，我就很感动。然后他序哦，是说，this book is dedicated to thousands of women who dare to step out their comfort zone to realize, to remember their God-given talents and ability, and to realize, to know that, God has no time to make a nobody, just a somebody.所以那时候其实因为我真的是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真的、然后我真的是变成就是一个做一个顺服的妻子啊，就是在扮演我一个最重要最难扮演的一个角色，就叫做家庭主妇。 No pay No annual leave但我要讲回去，我先能给到我一个很非常舒服的生活，你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我的内心哦，其实也是慢慢在萎缩，因为没有信心了，因为你在家里待了太久，然后而且你是从一个就是全部是自己来的，变成一个完全 depend on 依附在你的先生旁边。对，那时候其实我开始觉得我自己很没有用然后那是多少年以后你觉得自己好像需要出来社会？我加入美玲凯已经13年了，就是1999年。就说你在英国的时候你就是纯家庭主妇了？我完全没有工作的，我一结婚就是去英国了，我一个月后就去英国了。是，我知道你很快就去英国，当时你跟我说伟林我要走去英国，那时候真的是我们还能够能联络还不简单呢。我现在很想联系回谁要找谁帮你找人我的譬如说我在中学啊，我是立化立化的 OK，我国初的朋友啊 okay, 还是立化的同学，谁是立化国初的自己进来 in988 留电话号码给我 in988queenie 的邮箱，然后我直接转给你。是，好啊是好啊其实那时候呢我就是看了那本书然后来呢就非常的好。你有没有跟你的先生讨论过说你想要其实出来创业？没有其实是要讲是我先生给我开路的因为其实他这本书是他带给你看的吗？对，是的。OK。对，那我先生呢？其实虽然他比较严肃，因为他是做生意的嘛，然后他是一个非常有规划的人就是他就是因为你知道他是新加坡人嘛，他是一个企业家，然后新加坡人男生都有当过兵而且他那时候是军官的他是有Lieutenant Lieutenant有总统的赐剑。哇哦！对对，我们家有一把，那是优质男生被你我还真的不知道当时你跟你先生是怎么会在一起，就这样很快的。我觉得他好像挺闪电。有吗？3年。这样你很低调咯。对，很低调，因为他就是低调人，他到今天为止都不知道我唱什么歌。滴滴滴滴滴嘟嘟嘟嘟嘟，他不懂嘟嘟嘟嘟嘟，来来来来来，拢唔知哦 ，OK。而且他是一个对音乐非常没有完全没有零敏感度的人，就是他。音乐不会是在他的 list 里面，应该是我们那时候。所以他认识你的时候，他知道你是歌手吗？他知道，他是在舞台上。他知道你很红吗？他知道我很红，可是他不知道。他敢追哦。娱乐圈，你看你讲他这么严肃一个人，是个军官，家族搞生意，军官，然后你又是一个军官，他是当兵的时候嘛，是吧？后来他就去美国念书嘛，哦，他去美国念书，所以他其实他完全不知道我是谁。
他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朋友认识你啊，对，因为是一个朋友认识的，所以他才这红线就这样牵上了，对，一见钟情、啊。然后也不是啦，因为那时候呢，我觉得哎，这个人好哦。第一呢，就是哈、哦，我们第一次约会哈、哦，是 on Dutch 的 AA 的。OK， 那时候、啊、那时候我就觉得咦不错哦，为什么你不觉得哎小气？不会呀、啊，因为当初大堆人都要请我吃饭，可是哦，我觉得这个人不错、哦，连我那时候这么红哦，都这么吝啬，这样就不会在别人女人身上花钱勾哦一个勾 ，OK， 就是可以做老公，不想吝啬了，就是说理智了，啊，就不勾了，不会乱花钱了、啊、，OK， 勾、啊。然后第二呢，就是咦，他哦是很木讷的。Okay, 然后就是说、哦、他不会花言巧语的。Okay, 那我当时想，我当时哦，哇，这么红哎，他都不会对我哈、哦、花言巧语，就是啊，那么对外面的女人也不会花言巧语，这个可以万百万约会哈、啊，拿回家用。OK， 再勾。OK，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他很省的啊，那时候呢，他穿的衣服啊都是非常省的，然后开的车呢也是，我的车还比他还名贵，还豪华、嗯。虽然他家里是五 Louis 啦，不过他不会炫耀，对吗？啊、因为他从低做起的，那时候从美国回来的，对他。不过他在他老爸公司是低层做起啊，不是他创业啊，他哥哥创业的，所以他不是富二代哦，我一直以为你嫁富二代耶，他不是富二代，所以又勾，这样你儿子是富二代了咯？我儿子是富二代，哇，OK， 你想怎么样？没怎么样，我哪敢怎么样啊！哎呦，他不是富二代哦，所以他是跟他哥哥一起兄弟创业，所以他排你孩子是富二代，他排高富帅啊，儿子，我看到照片、啊、高富帅，还好了，还好，还蛮乖的。好，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呢，挺怀念，挺想念你以前那些。表演片段我这里也有下载了两个，我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九点回来呢，我们继续再聊。九点我要带他去一个地方喝咖啡，回顾一下以前呢我们的高鼻息啊，修了三次高鼻息，好啊，哎，还有一个所在没高鼻息的真的叫什么 La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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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我们先看短的两个片段，刚刚下载的，你自己看一下自己有没有不一样哦。不过我知道你唱歌，你的声线还是很好，还可以啦。这是我的天赋，我的 gift 呀、啊，是对 yes, 对，我的 gift 是的，是的。对，因为我是找不到 gift， 我找很久，你要给我 gift 吗？好，给你 Christmas gift 好好。好，好了，我们看啊，黎明的这两个演出片段是我不容易，好不容易找下来的。其实，在百度和优酷都能够找得到，优、啊、酷也有啊，也有，哦、好的有都有。来，我们看一下，好。夜深的时候，悲欢与合理都涌上心头，没方向的生活，偶尔过过也不错。但彷徨太久，也许心事难免会交错。朋友们不了解，还羡慕我的自由。也曾亲吻过，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工作？黑漆漆的夜空，等是我的理由。墙上挂着的日历，轻轻地笑着掉落。没有人能明白，每个黎明醒来都是真正期待。毕业以后，我的工作就叫自由。毕业以后，再体会人情的磨。毕业以后，突然想起老师的笑容，多想回到求学的时候。
是每一年都要工作，一起起的夜空都是我的迷惘。接受过这的秘密，紧紧微笑着凋落，没有人能明白，每个黎明醒来都是真正期待。以后我的工作就叫自由，毕了业以后才体会人情大漠，毕了业以后突然想起老师的笑容，我想回到求学的时候。毕了业以后摊开报纸就是生活，毕了业以后要学习如何去接受，毕了业以后我已懂得保持沉默，微笑也是哭泣的心痛。毕了业以后我的工作就叫自由，毕了业以后才体会人情淡漠，毕了业以后突然想起老师的笑容，我想回到求学的时候。自己能不能用作了解？
是黎明最爱的，是猜猜是哪里？很难猜，很难猜啊！很多薰衣草，嗯、P 字头的，欧洲，法国， 是的，你最爱的去的地方，对，可以解压哈、哦。太棒了！只要有一本书，然后有一杯很棒的 cappuccino 就可以。不是德西吗？哦，对哈、哦。有啦，我在新加坡才吃更棒哈、哦，吃果比西，我不要点果比欧，我只会认果比西。这是普罗旺斯，嗯、也是我一个很想去的地方。是的，非常漂亮。嗯、我要跟我爱的人去。是的，一定要跟你爱的人去。是我们两个去就有点怪怪了。嗯，对，好，有句好像有点慢是吧 ？OK， 是这里有朋友想问一下哈、哦嗯，他说很想知道你哈、哦，想跟哪个男歌手合作，而且哪个男歌手默契比较好，当时有没有小的时候有没有谁想要追你过，没有感觉到在这个圈子、欸当时候其实就是因为就是海蝶嘛，都是海蝶帮我制作、嗯、当时候就是跟就是很巧的就是跟这个少轩摆在一起、嗯、所以我们合作很多、欸、我常常看到他的嘞。对对对、其实、哦、我们呢经过就是那天刚好在一个慈善表演呢，我们在后台、哦、跟费辉、哦、在那边闲聊，你知道费辉都笑死，除了启贤就是那个肯定让你笑得要死的。为什么？哎呦，他很多话，然后会模仿，费辉搞笑啦，很搞笑的。对啊，很搞笑，他的性格就这样啊。然后呢就我们就总结下来，这么经过了这么多年啊，少轩真的是一个非常爱唱歌的人，对，而且他不是为了钱唱歌，对、啊，他是真的是完全兴趣唱歌，对，什么歌都去唱。而且他，你看到他整个人真的像那种一朵莲花这样出污泥而不染。是，哎，洪少轩呢？对，我因为他跟彼得是好朋友嘛，是，他们常常一起去看电影，是，后来也间接的我们也常常在一起，是，所以我觉得他是那种你看到他感觉一股很清新 lemon 啊，对 ，bubble 啊，哎，其实你们没有见过他的另一面哈、嗯。然后其实呢，在爆料，去年哈，我有一团太太团呢、啊，然后我们从香港，因为我们有八个人，然后这八个人里面有日本人，有美国人，有两个中国，一个台湾，然后还有就是两个印度人，然后我们就一个总就是一个一个团队，一个太太团，就是我的太太的一个。你这个太太团是？
是联合国啦、Foreign 是一 个国外的，他们都是总裁太太，就是总裁的太太。然后我们就来新加坡，然后由我来，就是我是一个道地的新加坡人，对，由你来做，对对对。然后我就安排了，因为我觉得新加坡要把新加坡特色介绍给他们，然后就因为新加坡的 Botanical Garden 做得非常好，然后你看到上学，然后很好笑，其实我先生认识 Botanical 的。就是里面的少轩的老板、然后我不知道原来他跟我安排呢少轩来做我们的 guide、可是那是一个 surprise 吗？当你看到对我看到就尖叫、okay. 然后呢而且呢最棒的是他西装笔挺、站在这么热的天气下我们的天气、我们新加坡天气我的那些我的哦哎是他还从事花花草而且还非常高级的哦、他平常是不出来做这种guide tour的是因为他老板叫啊然后呢出来呢而且我那些太太们都好爱他因为他非常的有礼貌文质彬彬是而且英文说的非常好然后呢很有耐心的帮我们拍照很有耐心的解说每一种花每一次 每一种 species 怎么是 species 呀、species 花的无锡花的种类然后也让我上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课、原来我真的是作为新加坡人这么久我还不知道我们有这么棒的无锡花他是在培育的培育他在培育室里面、培育室的他不在他的办公室不在 Botanical Garden 的哦是哦他办公室是在的他是比较高级的就是他们在培育实验室里面 的哦 I see、所以呢我们就从黎明这里八卦了少轩当然既然八卦了少轩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下一个片段什么片段你跟一个歌手的片段、来我们来看一下为了你修长身影海鸥盘旋为了你朝夕的脸失聪绵延任凭那海浪晴天纵然是海风抱怨你依然静静地矗立凛然不变目送过荒芜尽长的火点点眺望着宛如归期满盈万千海的花如诗绵延来拂去永不兑现于是中又有你伫立毫不埋怨款款深情不露痕迹进一步去面对风雨长发飞舞命中坠地却从不曾叹息迷航中你是我的唯一指引孤单中你是我的远方慰藉海天中给我星星你的爱永不牵引最难忘是你那修长美丽倒影身影海鸥盘旋为了你朝夕的脸失聪绵延任凭那海浪晴天纵然是海风抱怨你依然静静地矗立凛然不变目送过荒芜尽长的火点点眺望着宛如归期满盈万千海的花如诗绵延来拂去永不兑现于是中又有你伫立
款深情不露痕迹，记忆不去面对风雨，长发飞舞凝住坠地，却从不曾叹息。迷航中你是我的唯一指引，孤单中你是我的远方慰藉，海天中给我信心，你的爱永不迁移，最难忘是你那修长美丽倒影。这首歌就是多少年以前你跟少轩一起表演的？哇，你说第一次吗？这个，刚才看、那个、刚录影那个，是跟你说跟什么那个？刚刚你唱那个、月是同心跟月亮啊、那个是同一天录影的，同一天录的，多少年以前、不记得了，不过那个肯定是在十多年吧。有这样久吗？没有吧？我看一下哈、唱现场哦。我记得唱现场，电视台那是唱现场的，很少唱现场。对对，唱现场那个好像是自强的节目来的，自强做主。OK， 然后那个是我已经生了三个小孩了，已经是你妈妈的，对妈妈的那个从香港飞回来的，对对、香港，我忘了是多少年了，可能要问回少轩，少轩比较记得。稍微比较记得OK， 其实这里呢我也收了一些你的生活照了，我们来看一下。在事业上我不要说打拼了，打拼听起来很辛苦，我没有打拼的，我非常优雅的，对对，优雅的，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我是我像是没有工作的。你像是没有工作，那你这种工作是羡慕很多人像是没有工作，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然后睡觉的时候还在赚钱。不知道有吗？我睡觉我做每样东西都非常投入，睡觉的时候就投入睡觉，睡觉就睡觉。好，我这边收集了一些你的生活照，我们来看一下。好呀，这像这样的场合哈、首先呢，我很纳闷，你这个有一个场合，为什么你会做一种特别的椅子哈？这个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那张特别的椅子。对，为什么会做特别的椅子？我看那张椅子在哪里？椅子在，你刚才我看到 OK， 我们看一下啊。OK， 我刚才直接就给他们看呐、这一个东西，这是什么？美吧？这很 bling 这是什么？这个哈，这个那是我的脚啊。我们再看一次，为什么会这样 bling 的？这是这个是受伤包扎，是我受伤。因为暑假的时候啊，这四个月前了。话说四个月前，应该是7月21号，我记得非常清楚。为什么？因为非常痛，非常痛。你是脚断呐、没有，我脚裂了。因为我是在暑假在意大利米兰，然后冲下地铁站的时候呢，为什么你要用冲的？你是被人家挤？不是不是，我常常说是我老公派人把我推下去，没有，不是啦。没有开玩笑，我这边没有在三色的，你知道吗？来的，不要啦， okay, 来开玩笑的啦。哎呀，怎么可能？所以我跟你讲，当你看到真正的黎明是这样的啊，它是什么传说中那个玉女啊、什么新瑶的玉女啦，然后新瑶的，我信了，是。不过真的哈，我们喜欢真的。OK， 来我们看那只东西，来你继续说你的故事。好，那只东西、你为什么会跌倒？对，那为什么会跌倒啊？那是因为就是地铁可能因为是最后一天在米兰的，我们第二天就回英国，然后呢很赶时间，然后我可能就踩空，然后就从第一阶的台的那个楼梯。你穿高跟鞋哈？我没有，穿着一个拖鞋。Okay. 幸好那高跟鞋不得了，因为我暑假我都是穿短裤，这么热，米兰其实欧洲呢没有香港那么舒服的，它地铁又没有冷气，然后那些楼梯又真的是。是很老的，然后有些已经这样子的，对，不像我们这样，毕竟它是比较古老的城市了，又扶手电梯啊什么的，没有翻新。然后结果呢，就一脚就甩到下面去了。然后甩下去的时候，我顿时呢，那瞬间呢是忘记，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真的有昏倒吗？没有昏倒，还好，就是很感恩，就是我没有甩到头啊。然后我就坐在那边，不过是非常的剧痛，就痛，然后我不知道是。其实他们的 ambulance 来了，逼不逼不，很快来吗？他们有一个小时。哈，怂啊！不一定是阿猫的国家比较有 standard 咯，我们这边逼不逼不5分钟而已咯，没有一个小时，真的。
哦。对，然后呢，他又是鸡同鸭讲，因为我只会说英文，他只会说意大利。嗯啊、不过还好我女儿在，因为只有我跟我女儿。哦。然后呢，我就我就他说我叫我去医院，你是很冷准的妈咪咯，不是不是不是，我他叫我去医院，我死都不要去，我的心里就想说不行，我去医院我会耽搁一家人，要不然的，哦、而且呢，他们真的是很慢，那我可能去医院，搞不好在医院整天都照不到 X 光什么的，嗯嗯嗯，所以呢，我就坚持他 release 我，然后我就拐着去那个 pharmacy 买了一个。包脚的，然后自己包啊，自己套上去，然后我女儿陪着我，然后我就走回酒店，然后走回酒店的时候呢，啊，我先在 coffee shop 跟我女儿吃个 salad， 加个 pizza， 然后还有呢，还有你在干嘛？四个月后的今天就是还拿着拐杖咯、嗯、还有，如果你看医生，肯定不延迟、嗯。没有没有，我看了医生了，我回去香港哈，第二天呢，三天后我还拐着哈，我还借那个酒店的雨伞哈，我还去看 Batman 啊，我还去看、okay. 还去 Oxford 啦。然后就、okay. 飞回香港，然后飞回香港之后呢，我马上去看专科骨科，然后照 X 光，才知道呢骨裂了，脚的那个底盘裂了，然后呢马上要打，那很痛的嘞痛痛，你还可以坚持这么多天才回去，坚持三天 ，Oh my God， 还坐飞机啊，坐了两次飞机，哎、你真的是、啊，然后呢，然后从英国，唔在戏啊你，不会啦，啊、不会 OK 啦，你哪唔在戏啦？哎呀，不痛不痛，可小可 OK 的 OK 的， okay. 你知道我的忍痛就人工一流、对，人工一流，嗯、然后就回去香港，然后就医生就马上跟我打石膏，因为他说可能呢我这是 non-union 的那个 fracture， 然后可能要需要九个月。啊，对，然后我就说好，那喇喇声快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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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广东话啦。然后呢，就快啲同我打石膏。咁打完之后呢，因为呢，我系我只脚咧唔好摆喺地下嘅，摆喺边度？神台。咁样，叫做 non-way 的意思就是不能放在地上。OK， 然后那你要东西支撑你。对，我拿两只拐杖，而且所以等一下你看到一些照片，我看一下哈、哦，我们再看一下。这刚刚他来的时候，他叫我，我就跑出去看，哎、欸，干嘛一只拐杖？而且拐杖还不要紧，就算了，这么老嘞！你看个红色有花纹，还有放 bling bling 的咯，赢了咯！我刚才跟他说，啊，那边有些 bling 掉下来了，我回去要补。你看，我还跟他说，亲爱的，bling bling 是我的专利，新 Swanny 也 bling bling。后来我看到他全身 ，OK， confirm 给你。bling bling queen 给你，哎呀，没有啦，没有啦。好，然后所以呢，我就用拐杖呢走了，我是能喂了十二个礼拜哦，所以现在已经是第四个月，可医生还没有 release 我，可是我现在我因为去看中医生，那你不要再穿高跟鞋满街跑，我没有穿高跟鞋，这个是平的，平的 platform 咯，这样高哦，吓死我。OK， 我们看一下他一些生活照，啊、然后我也看到了，今天我们收集照片的时候，也看到他的那舞台剧。OK， 那我们要从哪里先下手？从事业的舞台，还是从你的兴趣歌唱的舞台剧下手？你可以先从舞台啊，哪一个都是舞台耶、欸啊！我发觉你的照片都在舞台，对哈、哦，这个、啊、我觉得很奇妙、啊欸，真的舞台人生呢、欸，你这都是的 OK， 我们看这张吧，一张一张来，好好好 ，OK， 这先从这一。最新出炉的这一张，对，来解释一下，刚刚拍完的， yes, 你出书啊？你看6:10，亲爱的，今天的你出书啊？不是不是，这个是我的一本这是我公司为我出的一份那个杂志啊。然后呢，这个是他们为我就是其实哈、就是，这是一个特别的吗？一本书，那个是特别的，这个是我后来我自己在出的。那里面还有我所有的学生的故事哦、OK、还有我学生的故事，他们打拼的故事，对，那个呢就讲可以看到我整个我的故事啦，然后那天、因为刚刚我在上完一个培训哈、嗯、就是一个如何成为一个高效的一个领袖哈，讲的那个基本的三个习惯，主动积极，以终为始，跟要死第一，然后主动积极要以终为始，以终为始、就是从一而终啊，不是，就是以终为始的 end， 以 begin 哦、就是你将来终点为开始，今天的开始，你到底将来你成为怎么样的人？对，十年后的今天，对，就是考杰刚才说的，你还要坐在办公室吗？对，哎呀，他说的好激动，好像我，十年后的今天，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
你现在的打拼是为他们未来的梦想而理想而前进。Okay. 是的，丢丢丢，把追啊丢啊，把追什么不注意吗？然后第三个习惯就是要是第一，就是因为、我们要非常清楚我们人生的哪一个有哪一些角色啊。譬如我是一个妈妈，我也是一个太太，然后我也是一个老师，然后我也是一个歌手，对吧？啊，对，我的歌手啊，就是我在教会还有唱诗歌，好像明天我会坐中午的飞机，然后回到香港了，我马上就要去做 soundcheck。啊、然后很忙哦，对，还好晚上有演出啊？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大家只有那个时间，那个 sound technician 只有那个时间，因为礼拜天的那个教会活动就要唱的，所以呢，就根据这样来衡量你每天就是你的角色安排，你的人生价值要是第一，就是说，因为要不然女人哈，哎呦，整天可以去出席很多很无聊的东西，是，那每天都忙，所以你不会是那种太太那种，对对，有那种太太，老实讲一句，我觉得她真的是一点。OK， 那我们再只会这种，你这种叫吗？只会等着买名牌，然后只会这，我不要懂得回馈社会，我觉得我生命要有意义，要懂得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对，没有错，生命要有意义。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另同一个舞台。好，那这舞台上，哎，就是拿着拐杖了啊，这个还好，这个已经拆掉石膏了。OK， 安怎你想安尼大张呢？那阿爷啊，阿爷就是我咯。我才是你，安怎你安尼大张无别人？因为我你得奖啊？不是，就是我的就职典礼啊。就职典礼就是你们的 award 首席哦、那首席在我们公司里面就是最高的最高荣誉、最高的荣誉，对对对，全香港只有一个，所以 Pink Color 的 Porsche。不是 Porsche， 那 Mercedes 就这天吗？对，这一天吗？我们看一下哈。这边好像没有啊。这个那是另外一天，这个是我搭建的另外一个舞台。然后这位是我们大中国的总裁。那你手上拿那个什么？那个是哇，3公斤、5公斤的一个奔驰，是一个木头做的，他们寄过来重的，好重。这是我的舞台。你的舞台？对，搭建的。然后那。这是一个晚会吗？这个是我的班车典礼，我还搭建了一个会旋转的一个舞台，让那个粉红色奔驰开到那边去展览。哎，你的奔驰可以坐几个人？是跑车是两个人还是四个人？它是蛮 sporty 路，它是 C car C 200，你可以上去谷歌一下 C 200是什么。C200，OK，等一下我来看一下 C 200是蛮那个的，蛮 sporty look 的。OK， 不是粉红色的 ，Imagine。这下次去香港我要做，谢谢你一定要来，然后你拍张照，真的真的，对对。啊，只是去拍照，我不要，可以，我要做，可以了。我你要带我去咬菜猴，我应该可以开车了。By the time你什么时候来香港？我应该没这么快，我要先过去泰国去做点事情。对呀，好呀，明年。哦，星辰美版以前找回来，哎是，哎那个是6年前呐。对，刚刚他讲说那个是6年前的 MV，真棒哎！6年前的音乐，梁文福的音乐节目啦。哦，是哈。梁志强，太了不起了啦！没记了的话，生活过得多写意，没记了。没有关系。不过我看你还在唱啦，在香港你也香港你的那个领域不一样，对，是演艺圈，不是。你现在在香港的舞台呈现演出的是一些怎么样的一些场合？就是我的公司就是美玲凯的舞台，还有另外呢就是我教会的舞台。然后去年的12月，我已经是参与第三部的歌剧啊，就歌剧啊，歌剧啊，然后前面两部我是唱英文的 ，OK，然后去年12月我是完全用广东话唱的。广东话，这样我想是不是这一张？这一张不是歌剧，这是歌剧的，在香港表演。对对，香港表演，这是歌剧表演前我们的一个礼拜呢，我们有好像一个宣传活动，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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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就唱我们歌剧里面的那首歌。OK，然后所以我们都是穿这样的。对，我看到他的歌剧全部在 iPad 里面。对，我的 iPad 就很多演妈妈啊，你说那个演孩子不要哭，对，可能我们孩子不要哭，孩子不要哭，就是如果你不在的话，我会讲。孩子不要哭，来多两句，忘了歌词，不要了，改天了，轻松一点啊！我跟你说，我忘了歌词了。那你就随便唱两句，你会记得歌词，我们哥过瘾一下，来。久了。不要啦，快点啦，不要浪费时间。没浪费时间，两句听说什么歌了？没有，我想感受一下那种哇，普罗旺斯这样一个优美的歌声。我有茶、啊，不要啦，真的不要，真的不要啦。生活歌手插曲1989是什么？那个是？这不是我唱的吧？不是，
吧。OK， 来我们看一下，我还有一个片段，再给你回味回味，给大家回味回味，好不好？我跟你说，现在能够看到你这么开心的在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情，不管工作也好，个人的，你到处去旅行啊，跟家人一起啊，孩子也大啦，然后所谓的怎么讲，家庭主妇的角色可以慢慢的把这个沉重的外衣给退下，而做回自己是很开心的，对吗？我觉得唱歌，对，我也没有什么唱了，只是我觉得很棒，没有什么唱了，不过演三部舞台剧咯、然后去年还有帮自强拍了一部电影啊，是我看到，对对对对，那个是挺好玩的啊，其实我觉得他其实那个我不知道你会演戏耶。没有啊，其实你知道我儿子说我妈妈不是在演戏，她演做她自己。OK， 我们先看这个片段，这片段我觉得也非常有意义，是一个现场片段，你自己先回顾一下，然后回来继续再聊。OK， 好啊 ，For you 啊 ，OK， sure， For you also。是怀良作曲，袁成还有健康填词。健康的填词，对，是我们这一班。那严立明应该就是新谣界的大姐大了。是。会不会是呢？应该是吧。那个时候哈，当然呢，我想要说，其实黎明的歌曲唱到现在，想不想听多一点，就要用掌声来，大一点嘛，再大一点，尖叫一点点。哎，你不要这样子，我真的会晕哎。我跟你讲，这样子不够啊，因为啊，就大姐大之外呢，我们还要配大哥大，我们请巫启杰一起出来好不好？哇，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巫启杰会跟严立明同台演出、啊。对啊，有什么歌曲可以合唱的呢？合唱的。啊？哇！哇，你们好厉害啊！这么清楚啊！对对。其实这首歌曲呢，在最近我们972的最爱歌谣榜当中呢，也蝉联榜首，可见这首歌曲呢，是本地的一些支持新谣、曾经支持新谣的朋友呢，到现在还是那么喜欢的一首歌曲。会唱吗，黎明？好像有练过了，有练过哈、啊，可以哈、啊。邂逅谁不会唱呢？启贤有什么样的话说？对，邂逅到了20年的今天，谁说的？对，他刚才说，他说的时候，他的唇还在颤抖。他说，搞不好等一下唱了一半又要。对，我刚才在后台说，上来什么歌都可以唱，就是不能唱那一段日子。我还问他要不要我帮他带 T 恤呢。你有肩膀啊！对对对，我今天带来留在香港。好了，让我们欢迎巫启贤还有严立明带来这首《邂逅》，掌声要大一点哦！其实每在台上，我们一坐这种高脚椅的时候，就会很害怕，不知道谁设计的这个椅子。你放心啦，你摔下去我会拉得住，但是你再生两个小孩我就拉不住了。 OK， 好，唱歌吧，废话少说。我说啊。你说什么？就唱吧。歌词怎么唱？我跟你讲，我们忘词，他们就接，对不对？好不好？好。掀起雨情，引起那幽影的歌声都出了小说。可云隐隐飘荡入我抚耳时，牵引我山有秘密寻。
也好，你终于一心谋战斗，我翩翩如梦，更一股隽永美丽的神话，我飞已降临此刹那，莫忘长空我深深祈祷，愿刹那化永恒点亮。好美的歌词啊。入目的山途都有我之处，落红可燃现奇迹，一音起那有音的歌，歌声都出了小说，歌语音飘荡如我过山，有你凝视，邂逅你踪影的心眸，颤抖我翩翩如梦，亘古隽永美丽的神话，莫非已降临此刹那，深深祈祷，愿刹那化永恒点亮，亘古隽永美丽的神话，我飞已降临此刹那，莫忘长空我深深祈祷，愿刹那化永恒点亮，莫忘长空我深深祈祷，愿刹那化永恒点亮。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邂逅。这时候节目来到了尾声了，是这个时候节目真的是来到了尾声了。哎，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小时这么聊聊聊，这样就过了一个小时了。这一个小时要聊我们这一辈子很难呢，不够嘞，不够不够。所以下次你常常会回来要跟我们一起聊。好啊，其实你看啊，这些都是老朋友，我们也是老朋友。我忘了我们的邂逅是怎么样发生的。对，我也在电视台吧，那时候我是单色，我觉得我应该好像跳你的舞蹈。是。应该你是男生，对，从男生，对，从那时候我在那时候还是我是你背后的女人，我曾经是你背后的女人的一两次这样子，然后可是我们很投缘，对对对，就很好聊，就很好玩呢、啊。你看刚才我还没有进来这边的时候，他已经弄到我笑到我眼泪都流出来了，我没有很刻意的搞笑，对 ，but 不过我觉得你笑点低喽、啊，对，因为我觉得很棒啊，因为呢我在香港没有办法讲那种 Singlish 啊，讲那种福建话啊，对，回来这边。很过瘾，对吗？我就觉得很过瘾，可以讲一些，哎呀，那也好。而且发觉，虽然这节目全世界看得到，可是他们又像两个姐妹花的聚会那边聊啊聊。所以之前你问我，哎，要聊什么？我就说就聊，也不要我聊什么。啊、我觉得就大家凭着感觉走，啊、就很真实。对呀、啊、对呀、啊、很好。怎么样，明年新谣纪念会会回来唱吗？明年新谣纪念会你讲的是哪个、啊、他应该讲的是重逢吧，重逢、啊、每年的重逢、嗯、啊，对，因为前两天哈、哦、那个艺人跟桂祥哈、哦、就来酒店接我去吃米粥，那个米粥就是要问清楚你要不要回来，那个米粥是有原因的、哦、我说为什么带我去吃米粥、哦 okay、米粥啊，原来呢是明明姐
啊，明年十月有时间吧。那你敲给他了吗？我还没有跟他说。还没敲哈。对对对。OK。因为我明年十月我还要去南非，是。对，是南非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对对对，然后我想我尽量敲了，他说可以为我。我跟你说哦，不是我从来不说吹捧的话，老实说，我讲我现在毛孔都站。为什么？为什么你冷哈？不是，因为我从来不去，我个性我不会说啊，我不会，我要毛孔站。我要说的是，我觉得星爻很阳盛阴衰。OK， 如果你不回来，哎呦，我跟你讲，干嘛你？我不懂，你皮筋呢？皮一皮吧。我觉得，如果你一定要回来了，你要回来站台，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你不在后，第一阳盛阴衰，艺人，你要谢谢我啊！我在帮你粉碎他。当年你知道，当年我们拍《明天二十一》的封面，我好像是唯一的，还是只有我一个。那天我才在谈星爻，你懂吗？有一个节目我在谈星爻。第二，女生不多，然后你也是比较经典的代表人物，所以哈、哦，你得来登来唱歌啦。好福建流星人吗？不福建的咧，我那一阵唱啊，那国初也不福建的。国初没有福建啊，因为那时候新加坡不准你唱方言呐、啊。是，那时候最，那时是要求中文要说得好，英文要说得正。对，没有错。好啦，时间差不多了，然后我们的下一位 VJ 已经到播音室了。对，今天就谢谢黎明。那我们要怎么坐飞机回新加坡？你还要坐飞机啊？来，去 Provence 吧，你大把我带回去 Provence。直接你就留在那边等你老公来接你算了。不行，你要坐飞机。好，那我们现在就坐飞机吧。他还真的是比较喜欢坐我的私人飞机。是啊，好啦，那一路顺风啦，明天你就回香港了。是的，明天回香港。然后年底会比较忙。下个月如果过来有时间，我下个月会过来，不过看你在不在新加坡。我应该会在，我最多跑马来西亚，我没有去很远，我没有去很远，我就要马来西亚巴丹这样一个地方。你要不要用你的私人飞机来接我回来？你的跑车接我，我就私人飞机接你了。可以啊，你来香港我就送你啊。Of course，我应该是暂时这样。最近你应该来香港拍一张我的粉红奔驰。说起香港，你这两天回香港有空吗？16、17号，我很比他们全部在香港他们去看 Abigail 的那个演真人真事的歌剧。明天回香港啊，明天16号啊。对，他们都在香港。你晚上有空去看，就去看。我17号晚上有空，16号没有空。那你上去 search 一下《天生不是女人》，高智森导演的，就是他整个 story 讲的就是我们的 Abigail 谢济的故事，真人真事，而且是重演，反应很好。你在香港的话，就抽空帮我去看一下。好吧，我看一下。好啦，那今天要跟黎明讲拜拜啦。哎呦，灯没认识，我们摇一下。哎，我这个飞机很 steady 的 ，OK。好了，今天真摇一下，今天真的很开心，期待了很久，你终于出现了。所以 I see you next time 哈。是，好的，拜拜，OK， 么 ，OK。好啦，默默大家啦，谢谢大家今天守在我们的身边，然后。